我这里好像还蛮大的，还有餐厅哎。Snorkel， 哦有。有吗 ？Snorkel。好，那我们先去那边看看。这个下面。现在显露不会打水漂了，比较低。对，要租救生衣。哦，他们以前可能真的会喝。我从这里离下面的水面有18公尺哦。不高啊，我跳过。我们跳这么高吗？好可怕。没那么高，没那么矮。是假的。跳过30公尺，30楼高。地下有东西，亲自下去看看了。最下面的看不到。他刚问我要不要游泳，是因为我没有准备救生衣吗？还是我衣服要先换？不能游泳，我可能要有先洗澡。我要下去玩玩。玩玩。这里真的很漂亮，好像电影里面的东西。对，很夸张哎，怎么会有这种地方？前面写的伊克克是我的不负责任翻译，请大家不要太当真，还是以原文为主好了。总之，这个 cenote 真的很壮观，它的直径约60公尺，水面以下深度大约有48公尺。考古学家曾经在底部发现一些人骨跟珠宝。所以推测这里可能是帮玛雅女神查克举行活人献祭的地点。然后刚刚在上面看别人游，感觉好像很轻松，待会我自己下去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冷吗？冷吗？哦，好累哦。我想要去阳光那边，可是好累哦。我可能从这条绳子过去，然后从那个绳子这个脚这边过去，然后再拉过去。加油，德瑞克就是你。你自己那么会讲，你不能下来游游看？真的有鱼哎！People fat。Oh shit, that's loud. That shit's loud. Back to you. 哦，有了，他成功了。不知道是体力上的劳累，还是对于深水的紧张，下水后都一直想要找地方休息，也后悔对自己的水性太过自信，竟然没有先去借救生衣来穿。不过既然都已经游到一半了，就干脆继续游到底吧。喵 OK 哦、oh, 10 out of 10这边这位还在休息休息中哦、oh, That's loud 欸叔叔已经到那了这边这个是的我已经到了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紧张感可能是来自于对这个玛雅献祭之景的一种敬畏每当看向那漆黑幽暗的底部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也似乎可以体会托尼选择不下水的原因。他在这方面总是比我敏感不少，也难怪他在几经一查时会突然对孩子们严肃起来。祭生里也是有人过世的时候也把尸体丢在这里。哦，对，他们有点埋藏。那个可以这么说，就是他们的尸体会进来，其实并非是照着扔的。累啊、哦，我要回去了。
穿，就算一下来拍比较轻松一点，累死我。努力且缓慢的回来中。回来了。好累的哦，谢谢。我们全程录下来，还有录到有些人跳水的片段。还有录到跳水啊？有人跳水，就这边一堆人在跳水，好累。可是里面水真的蛮清澈的，回去看我的影片。现在游玩超级累的，我应该一个礼拜不用运动，今天运动量就够了。我不觉得运动这样标配，我不觉得它这样运作的。上面是玛雅球场吗？是超不安全的吧？他没有很深，但是还是不安全。这不是船上波涛吧？船上波涛肯定要冲，但是大转弯应该直接跑出去。那边是还在盖，对不对？这边是员工停车跟丢垃圾的地方，保特瓶有够多的，请大家去关注他们的 Facebook、Instagram。这些椅子是干嘛的？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有一只荧光色的蝴蝶，你有看到吗？在那边。他走了。他们两个有两只，它是枯叶蝶吗？像树叶一样的。哦。哦，狂喜那根柱子，这个树会被狂喷，因为回来的时候会比较慢。我觉得那个树久了之后应该会不见，被砍断。那这个树也被狂喷。这个蝴蝶好漂亮哦，那这是传说中的夜光蝶。有表演哦。然后我打算飞起来。飞起来就太厉害，飞起来我已经给钱。飞起来就是给钱，而且你要被抓去，就是要分低我。水，通往玛雅祭坛之路，走完这条路，你就会获得玛雅之力。对，你脱鞋子走之后，你的玛雅之力会更强。我走走看。哥，要不要加入我们？我还好哎。好痛啊！感觉我的穴道变得很好哎。他想要吃蝴蝶。暴冲哥已经前面去探路了。我知道了，是不是被那个传教士给破坏了？这里2000年前曾有人在这边盖起了这个东西，2000年后我们在这边走天堂路。这么多人去那边工作吗？其他还有什么收入啊？去那个农作物也去看稻田。去那个去前一子啊，跟那些那个 cenote 啊游乐区旅馆。对啊，我们不是一个，我们那时候不在旅馆休息吗？那不是一个旅馆，玛雅 land， 还有那个商店呢、啊，很
我是有可能巧克力啊。永清这边的人的收入都从哪里？不止临摹这架子，他可能是在草丛里有掉东西。让我超色的时候，他就不会有压力。哦，他就是打算慢慢开的意思了。还他以为自己在骑摩托车，他忘记自己今天开车出来。我这边骑摩托车会热爆哎、欸！如果骑这么长的距离，真的会热爆。就算有风，你骑到终点，你还是全黑了，脸都黑了。好像台湾的休息站哦，左边那个，好像从两点让我们台湾小姐在车的时候，然后就错车。台湾可能几十年前就是长这个样子。你们乡下应该都长这个样子。Debajo de las sábanas nos encontraría. Suena el ritmo de rum pam pam. Vamos pa una ronda más. Tu cuerpo se come como una nocita.这里很有殖民风味，看起来不错。我们可以去餐厅，他推荐我们一间餐厅。走路就到了。对，走路就到了。我们可以准备就可以出去。我把 GPS 给你 ，Mexican GPS。What？ 这是 Mexican GPS， 好好保管这台 GPS。这边。我们都靠你了。好玩 ，Michael D。为什么？太阳很大。去古巴会不会也是类似长这样子？哦，这个时段好，还蛮好看的。我很高兴我选择这个地方住一个晚上，因为我觉得这个小镇蛮漂亮的。跟坎昆不一样。哦，这个 Mason 这个。这是什么？他帮你调那个雨伞。有什么？中餐。长城。没有冰淇淋是不是？没有。便利商店呢？对呀，因为我们要买一瓶水。找一下便利商店，用 Google 的好了。
还是地图上有你的 GPS？ 对面比较凉。哎、欸，等一下哦，车。那我们可以过了，刚刚都已经有人过了，我们要融入当地。那看我们的景，可以可以。中央公园到了，中央公园会不会有卖冰淇淋？坐起来会变成这样子。水的外面这里还有一点点。这是一间旅馆。开心果。开心果，你有吃吗？有。你要试试看吗？你的是什么？咖啡。咖啡。咖啡。开心果很好吃哎。它冰粉超大一只，对啊，很大，这样好啊。他确诊。哦，这个就是你们不喜欢吃的那个。我觉得还可以啊。这里异国风情非常的强烈。嗯。他们明早他在饭店吃，就在饭店。怕麻烦就在饭店吃就好了。我觉得很厉害，我单手自己把它吃成这样子。他们说你们要点早餐，晚上的风格真的不一样。这是旅馆，喜欢吗？夜店哦，还可以租脚踏车。这边左转，这条街比较像当地人会来的。刚刚那条街太高级了。对啊，这条街是产业道路。哦，这里也蛮热闹的。还有音乐，巴士站。台湾特产的，这风格好像哦。但他们有一个很屌的图案。我买这个。老公要吃这个吗？好吃看啊。那个柠檬也太绿了吧。这个柠檬超绿的，绿经理。你要喝弟弟这种湿热冰吗？哦，可是所以这湿热冰还算蛮贵的。这样一块钱美金，你要喝那个是好，够。你这个湿热冰不错哦。不错啊，这是绿的点。
我发现这边警察真的蛮多的，连公园门口都有警察在那边守。这个什么？牛奶。可以喝一口吗？就牛奶。牛奶哦。对啊。普通的牛奶。对啊。买错东西了。这是牛奶耶。我以为它是那种里面有电。来，你喝看这个。你喝看这个，你就知道了。我也要喝绿恶魔果，绿恶魔。我以为我原本以为是那种，你有喝过那种吗？超级食物那种。我知道，你那个绿色那个化工味太重了。哦，他卖的是那个，就是 Nutella 放里面那个东西。要看看这个吗？对，好像很好吃的这个玉米，看起来就是玉米然后加，不知道什么东西，美乃滋啊，或是些奶酪之类的。那个他挤的是什么？柠檬吗？好吃吗？我这样不要加辣，所以可能少一味。跟昨天吃起来一样啊。对啊，跟昨天的烤玉米吃起来一样，只是变成一粒一粒的。回去吧。小心哦，那是玛雅柠檬，你不可以轻易接触，不然就要走天堂路回去。